已經有50年嘅古玩珠寶收藏經驗嘅玉山莊古玩珠寶藝術品拍賣公司，將於7月31日周日下午1點舉行古玩珠寶藝術品拍賣，並將於28日至30日上午嘅11點30分至到夜晚嘅7點舉行拍賣預展，吸引買家。位於天普市的玉山莊古玩珠寶藝術品拍賣公司，將為7月28日到30日每日早上的11點30分至晚上7點舉行拍賣預展，展出多件名貴古董珠寶。根據介紹，玉山莊在31日的拍賣會上將會賣出包括古瓷器、角雕等385件珍品。有興趣的民眾可以瀏覽玉山莊的電子目錄www.antiqueasia.org， 玉山莊的聯繫電話是626-237-0168或者626-340-3888。位於天普市的玉山莊有50年的古玩珠寶收藏經驗，具專業鑑賞水準，並長期為大眾提供免費的鑑定服務。該公司曾經舉辦過北美地區首次唐卡大展，以及舉辦過多個玉器珠寶展。天下衛視編輯報導。